鸡，喜欢妖姬的话呢，给妖姬点下关注。手机用户左上角的小黄心和电脑用户右下方的那个右下方的直播通知可以勾一勾。苏伟，苏伟，苏伟，苏伟 ，Halloween 搞得跟个二傻子似的。Hello， 樱花，樱花，晚上好。这花花是我花花吗？你是我花不？你是不是我花宝贝啊？好吧，你不是我花宝贝，撞名了，不好意思。还要吃苹果，吃苹果去。来，兄弟们，公屏有没有花花走一走啊？谢谢他，感谢他送来的比心告白。其实你们送什么我都很喜欢，但是你们要记住，妖姬是一个女生，也是一个女神。女生一般喜欢什么呢？一般喜欢棒棒，我也是一样，我也喜欢棒棒。咱们有没有棒棒啊？有棒棒来一来棒棒呗。谢谢 EYY 小蝈蝈，谢谢 EYY 送来的抱抱，感谢点了是吗？手机户左上角，电脑用户下方。谢谢兄弟们，扣个666啊，除了扣六，其他的啥都别扣。小花花的给我送一送。咱们来第一支任务啊，兄弟们。谢谢彪的棒棒糖，感谢天下，谢谢姨，感谢汤哇，谢谢兄弟们。咱们来第一支热吧，兄弟。谢谢鹦鹉哥哥，谢谢 UI 哥，谢谢当，感谢你给他，谢谢兄弟们。手机用户左上角的小黄心和电脑用户右下方的直播通知可不可以勾一勾啊？然后辛苦992的管理们了，辛苦微笑哥，辛苦然然，谢谢兄弟们。
你们有没有那个小娃娃呀？然后有没有棒棒？能不能让我看到公屏里有几个棒棒糖？能不能给我一点动力？好不好，兄弟们，陈哥晚上好，可不可以有一有？小娃娃也可以送一送啊，这点小娃娃都没有，扎心，谢谢彪彪。Hello， 谢谢陈哥，感谢野花，谢谢陈哥的棒棒糖，一毛一毛可以上一上。谢谢景哥的花花花，咱们来第二支任务，锁定户左上角电脑用户，有下方直播通知一定要记得勾一勾。然后兄弟们，下周妖姬没有接992的档，然后下周你们就看不到我了。今天是我在992的最后一档龙麦，所以兄弟们没有点关注一定要记得点关注。然后这一档结束之后呢，我是直接回家开播的，一定要记得麦序时间。对，我等一下是直接回家开播的。我们来第二支任务，锁定户左上角电脑用户右下方。欢迎所有来到992的兄弟们，感谢你们送来的小礼物，谢谢鹏程哥，谢谢那个广告哥。太固定了。
最动感的音乐来自陈露的语音录制，听话吗？1786869181，感谢您的收听，嗯。小军，谢谢孤独，谢谢那个所有兄弟们送来的小礼物，感谢景哥。还有2分20秒的时间，妖姬就要直接回家开播了，这是妖姬的最后一档，接下来一周你们都不会看到我，谢谢浪爷。然后我接下来回家是直接开播的，没有点关注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记得手机户左上角的一个小黄星，那个爱心一定要记得点一点，这个墨字，这个不墨字感觉好怪啊。然后电脑用户右下方的直播时的通知可不可以勾一勾，好不好？还有2分钟，我们来最后一支热舞吧。可以的，嗯啊，对，妖姬这一档结束之后我是回家直接开播的。录音的吗？为什么要录音啊？回家直接听现场的不是更好？为什么要录音呢？谢谢浪爷哥，谢谢静哥，谢谢杨子，谢谢所有送来那个小礼物的兄弟们，感谢你们点的关注，谢谢杨子哥的点赞。录像了吗？我有回放的，对，我那个回放你是可以转发点赞的那个东西，应该是有，你可以去看一下。1分钟，然后我也来不了什么了，所以说一定要记得点最后一波关注，我回家是直接开播的，但是我发不了弹窗，所以等一下去搜索一下妖姬的 ID， 或者说跟我们家兄弟们那个 ID 都可以点一点。对， Hello 磊爷，磊爷晚上好。嗯的，怎么笑什么呀？实话实说笑什么呀？还有1分钟，好了，兄弟们，我们来最后一支热舞，等一下直接回家开播，希望我能看到你们的手指跟你们的那个关注。对，还有40秒了，然后还差10个关注，兄弟们可不可以在网上走一走？感谢了，感谢了，谢谢浪爷哥，感谢浪爷哥，么么哒。